前课的问题。柯建铭说，国民党不要老是打这个题目，不道德的操作这个心安。柯建铭总遭说邪不胜正，我相信具有高度智慧的市民朋友会用选票告诉民进党，告诉柯建铭总召，谁才是正义，谁是邪恶。人民在防疫过程给了民进党多大的信任，我们给了民进党多高的预算，但是他所回报给人民的却是黑箱、傲慢，一再又一再的欺骗、说谎。什么是道德？其实我所相信的政治道德是永远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优先的考量，绝对不能轻忽人民的力量。我不知道柯建铭总召他的道德跟我道德一不一样，但是道德绝对不是无端指控工商团体、宗教团体是疫苗前科。委员柯建铭还今天凌晨特别发文说，你是站在曾祖父满手沾满政治受难者的旗帜上来操作仇恨，他也特别点名到连胜文，说连胜文就觉得很呕，因为当年他被打得很惨。其实柯总召他所讲的，对于历史当然我们可以检讨、可以反省，但是民进党却每一次拿历史来攻击政敌。这一次民进党甚至忘了他们才是真正操作仇恨的人。